二日，经声明通过官方报道资料，正式对十年前性骚扰事件道歉称，我是金声明，以不好的事情让大家失望了，真心抱歉。十年前在我出演的某个节目的聚餐活动中做了错误的行为，当时我没有认识到对方受到了伤害，最近我才听到对方的被害事实，虽然知道太晚了，但是我亲自与那位见面，对于我过去惭愧的不足的行为真心低头致歉了。一想到那位因为我不足的行为遭受伤害，心情就特别沉重，只觉得太抱歉，再次真心深深的致歉。还有，如果那天我不在那个场合，没有做那种行为的话，跟我一起工作的人们就不会因为这样不好的事情遭受伤害了，一切都是我的错误，真心抱歉，再次低头向大家致歉。非凡娱乐整理报道。